格林已经80多岁的家己游画家苏家南，伊受到台湾画坛大师陈定波的影响，对学生时代到即马拢真介意伫咧家己公园来写生画图。对这入去，伊就要收到在家己市立博物馆来展示伊个人的80岁创作回顾展，其中包括16/100以家己公园作为主题的创作。但是伫咧25号要来举行的艺术研讨会来缅怀陈定波。自细汉就真喜欢美术，油画家苏家南受到杨三郎、刘启祥等等前辈画家的指导和鼓励，更受到陈定波画作分得感染。作品用色大胆，又搁充满着协调的美感，表现出何方的强烈画风。受到国内大大小小的美展肯定，曾经伫咧日本举办个人展览。这一届特别在故乡嘉义来展示个人80回顾展，除了展示对1974年以来各时期的代表作品，更精选16幅以嘉义公园为主题、100幅的大型油画。这次的这个画展哈，这个、主题就是嘉义公园。啊，在这个嘉义公园的这个6年里，这里面哦，我都每天哦在嘉义公园呢在画画，在那边在现场，在太阳底下哈，差不多要4个钟头的时间哦。让咱们人写生，啊，我是这些作品大概都是直接写生完成的哈，啊，然后呢，因为在画室里面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。苏家南的画画登记，伫咧登记在嘉义公园写生。最近5、6年来，伊一冬内底差不多有半冬的时间，拢伫咧嘉义公园写生。小西湖、地震桥。困泉等等，拢是以画笔之下的主角，画出嘉义公园的生命力，嘛记录园区各时期无同样貌的点点滴滴。对这入去，伊在嘉义市立博物馆展示个人的80回顾展，同时要伫咧25号举办学术研讨会，欢迎嘉义艺术的朋友会当踊跃参与。最新新闻，中央社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。